好，我是 L 杂志总经理王世平。很多人常问我如何在忙碌的工作中兼顾家庭，我的秘诀其实很简单，只要第一步对了，后面就对了。对我来说，工作上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能够有效率的安排，能安排工作而不是被工作安排，学习设立短期跟长期的目标，让每一个决策都能够发挥最好的效能，并且保持一颗热忱的心，正面思考。我在时尚产业工作，对于肌肤的要求也很坚持，再怎么忙碌也不会忽略对肌肤的保养。关于保养的工作非常的重要，往往第一步对了，后面就对了。选用你信赖的品牌，找到对的保养品，才能发挥保养的功效。我最信赖的品牌是 Sisley， 我最喜欢他们家的抗皱活肤前导水精华，它的质地呢很细致，非常好吸收，让我摆脱以往缺水、干燥、紧绷的状态。而且它富含活性抗老成分，让我的肌肤随时维持在最佳的状态。建立正确的保养观念，就能够让保养的效果事半功倍。无论后续使用美白或抗老产品，就能够让保养的效果达到更大的功效。保持一颗年轻的心，长期搭配正确的保养习惯，选用我最信赖的 Sisley 抗皱活肤前导水精华，由内而外的保养就是我维持肌肤的最佳秘诀。